记者张文川台北报道。彰化台商黄胜才因与越南籍茶叶商女子何翠玲有债务纠纷，2015年9月竟伙同友人陈俊成扬称茶叶买家，诱骗何女到中国广东东莞谈生意，趁机下药迷婚，洗劫财物后将她弃置偏僻山区，路人发现送医，仍因药物并发中毒身亡，两案警方长期搜证，前年三月刑事局在台逮捕两人。一二审皆依伤害致死罪判处黄男15年有期徒刑，陈男12年。最高法院认为何女伤势是如何造成，究竟是被遗弃致死还是伤害致死，仍有待厘清。今将全案发回台中高分院更审。彰化检方指出，65岁黄胜才与时年42岁何女有12万美元的债务纠纷，黄男伙同43岁友人陈俊成，俄称介绍中国商人向他购买茶叶为由，约何女到广东白云机场见面，驾车前往目的地时，黄男拿出掺有强效安眠药剂佐配眠的红色饮料，向何女谎称能补血，何女不疑有诈后饮下，陷入昏睡。黄陈两人随后将何女载往东莞市长平镇偏僻山区的废弃物处理厂的路边，洗劫她身上500万越南盾，约台币7000元、手表、戒指、白金镶钻、银行卡等财物。隔天两人在寻小三通返台，何女被路人发现送医，身上伤痕累累，左下腹淤肿，四肢多处擦伤、挫伤，又因体内佐配眠药剂效用引发中毒，多个器官出血水肿导致功能衰竭，急救三天仍告不治。一二审皆认定是伤害致死罪，判黄15年陈12年。最高法院则认定原审未审酌两人的遗弃行为，也未厘清和女伤势是如何造成。如何论断是伤害致死还是遗弃致死？陈男是否有参与下药阶段的犯行？最高院认为原审判决理由不完备，因此发回更审，